竭尽一股勇气真心的时候，往往内心却最软弱，完成一个选择决定的时候，往往心中恐惧最多。我心中有两个我，常常都在震动，游走在现实和理想的两头。眼看着天都亮了，我和坚强握手，我又和矛盾碰头，因为有梦就在前头。想到追逐天际的彩虹，又怕希望终究会落空，心动为了爱疯狂，为了情深伤。